除了九穷里长的街角花园，像是获得全国低碳示范里的三重顺德里，最近在活动中心的底楼也设置了绿能屋顶。最近里长特别带着长者到屋顶参观，让他们认识各种植物，顺便也拔拔草做个运动。这里花什么名字啊？来，用牙齿的，用牙齿的，这什么花？啊、哦。百香果，百香果，哎呀，啊，恁讲伊讲对唔对？我唔知，对啦，这百香果。很多人都吃过百香果，却是第一次看到这百香果的花长得是什么模样。更夸张的还有每天做菜的婆婆妈妈，竟然也认不出来，原来这就是菜豆。头一摆看到菜豆，才够醉。三德活动中心上头的绿能屋顶四月底才正式启用，里头种植的各种蔬菜水果最近慢慢进入了收成期。里长特别带着里内的银发族长者一块上来参观，很多长辈是第一次上来我们绿能屋顶，他们都非常的惊艳有那么漂亮的生态，有那么漂亮的绿美化所以呢他们都非常的开心这希望说邻近的乡亲呢都可以来我们这边欢迎参观。长者们不时发出的惊叹和笑声，证明这绿能屋顶不但可以节能减碳，更多了休闲娱乐的功能。台湾新闻沈正美惠三重采访报道。